啊，459 459 5 4 4 7 3，586永不磨损，我操，终于出了一个有点能看的东西啊！这把武器看起来啊，像是能卖个大几千块钱的样子啊。仙人双种族，凌波城可以带的586极限高伤不磨啊。这最后一个呢，也把今天无级别之夜的除了无级别之外的所有的奖励全部拿走了啊。后面的老板请互相通知了解一下啊，只有无级别才有奖励了。开局就是特技。388提米双压30发，屠刀442，388403434388388388388，496 32名潜意，我操，这把武器炸了呀，这把武器绝对的王者，绝对的起飞呀，差九点极限，这把武器不得卖个2000块钱呢？啊，这武器五开女儿尊看了都他妈流出了啊不争气的泪水啊，从嘴里，这五开天花板119都能用啊，这把武器值钱啊，老板，这波军火你主要数量的准备不多的情况下，刚才那一把武器足以让你40把武器回本了。有人说能值万元，能值那么值钱吗？反正我觉得2000是肯定值的。我前几天出了一个比这个差很多的啊，9999万被瞬秒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全体起立！兄弟们辛苦了！2022年晚上8点到2023年1月1号2:38，牛了！无级别，正好拿走所有奖励。3万的常规奖励，1万的无级别，恭喜老板准备了40件军火，鉴定到第27件的时候出了无级别，来了，兄弟们看属性，来，不要388，操的，虽然388，但是还是一个无级别限制加逆天的双蓝字啊，再加精致啊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407。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个号号品真不错呀，短短的40件武器里出的全是王炸，这是一个极限伤害505才加利敏的巨剑，我去，这个大哥这40把125武器能他妈整一队五开了啊，这40件军火还能不能搞出点花，操的，明明可以去抢钱，你非得假装准备了40件军火啊，387加魔，428加奈，441，420加奈，420毁灭之光啊，428利敏，407凝勋节，388加奈啊。好，这波40件军火出了4个，简易496加敏，388加31敏，无级别精致还是双蓝字，505极限高伤，568高命中利敏双加啊，武器还带个永不磨损，40件军火出了4个啊。